哦，我帮你吃掉了，大鱼，大鱼，啪啪啪啪啪吃掉了。把哪个吃掉？我的这个鱼啊，对，把这个鱼吃掉了。给我一张。我的这边随便被开了。嗯，好，快点，对。好了没？还没。还没啊！好。爸爸。哇，银色，哎，绿色的我把你吃掉了，绿色的，我的绿色比你大。可恶！有没有？你自己踢到的。蓝色的我帮你吃掉了，大的，对不对？我喜欢蓝色的，飞吧！我看一下。哦，我食人鱼帮你吃掉了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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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叭叭叭叭叭叭叭，拜拜。喂。我是黄色大鱼哦，帮你吃掉了。没关系，我看你。因为超死人鱼的，哇！我这红色大鱼把你吃掉了，我一吃点鱼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很好。我要使用绳子抽卡。抽七，哇！我输了。绳子抽卡。你刚揪连鱼好几场。好，看连鱼的七八场。好吃哦。好吃哦。好了好了，还没，快了啦，快结完束了，快什么？快抽完牌了，抽完了，开始。抽完了？还没。抽完就。抽完，等一下把它收一收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。哦，哎，这样平手哎。可以蓝色吗？你蓝色吃掉我，但是我这个吃掉你啊。可是蓝色鱼比较大红的。对，哎，他这样的话是算平手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蓝色鱼的。可是我的。他吃掉我一次，我吃掉他一次，这样算平手吗？不知道。这规则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三次里面看谁是。第二次。太好吃了。还没完呢、啊。你要玩？太好吃了，他已经吃到快开心了。